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我自认为还蛮骄傲的，就是说我私底下不管是化大浓妆，或者是不化妆，或者我现在感冒，我都戴了一个大口罩，大家都还是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。在那个前天呢，从机场回来的时候，在上飞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那西面姐，西面姐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啊，好啊。”啊，你本人呢，真的看起来好瘦，脸好小哦。那西面姐没有，一直到上飞机，吼、哦。戴了个大口罩，还要蹭口罩跟他们拍照。他们说你本人好小，那个脸好小好小，我脸是有多大？然后就是，连座舱长都看到我，哇，你本人真的脸好小。开始怀疑起来，就开始照镜子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要好好的来跟今天的同学报名同学反省一下，为什么他们人缘这么差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是好吧？才分享是吗？你是好人缘代表，好人缘，真的。嗯、奇怪了，为什么好像、而且长得有点福态的人人缘会特别好，真的好惨，这感觉很像很有道理，比较讨喜，比较讨喜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是比较不讨喜在我这边了，因为感觉他们就专业就感觉让人家对有距离，很严肃。哎，有群老师，来，好，谢谢吴一林老师，嗨，大家好，柳叶老师，Hello, 大家好，三个人好像柳叶老师最没有距离哈。对，因为身高最小，也是，对啊，对，就小小的，对，声音又温柔，老师有包袱啊。对，这几位要跟我们分享的，我就觉得很糗亏了。第一位阿妹，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？糗亏，分享我好人缘啊。不过这一趟我跟你出国，我真的觉得他人缘真的还不错，然后一路上也是就照顾我们，会害羞咯，对，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媳妇真的还不错，应该是很好，贴心，对对对，看我这个福态就知道了。我要介绍是因为我不是靠脸蛋吃饭的嘛，那我在直播我要怎么吸引观众？对对对，有看到你的直播的，就是你不是戴这个头箍就是绑起来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不是靠美色啊，我要怎么吸引观众来看我的直播？我的发饰就会比较搞怪。就比如说像这样子，然后要不然就是超多可爱，因为我如果戴太正经的，谁要看我？我说真的，我就是胖成这样，那我就会戴这样子，戴什么发箍啊？就点进去看，亲民哎，对，我其实有很恐怖的。那是因为我今天那个艺颖老师要帮我处理，要不然其实我有戴那个斧头的，就是发箍带上面有一个斧头，看到斧头上面，万圣节那种，对对对，要不然就是那个菜刀，就是那样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我知道我这样一定会被骂。还有这动物的，然后还有动物的，哎，他刚跟我说，我问他说哪一面是正面，他说耳朵，耳朵在这里，耳朵，对对，他一直跟我比那个挖耳朵。然后你不觉得这样就很可爱吗？大家就会忘记我脸很肥这件事情，好像也有道理。对啊，因为重点就会在。可是这些东西说实在，你在迪士尼乐园或者是环球，你都会觉得很合理，对不对？合理。可以出来就会，对，坐那个电车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不敢带出去。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只能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重复使用，或者上节目啊，也是啦。偶尔真的我有化妆，真的有化妆，因为我说直播没有化妆嘛。那如果真的有化妆，我比较正经一点，我就会带一个就是小小的，对，小小的，然后这样子 OK 啦，这都不 over 了。其实事实上他也年轻啊。对，我本来对蒋本我说，那我就不用戴发饰咯，这就当然说，对，我用那个 made 就好。结果我来一看，我说啊，这是什么？那怎么办？好，我觉得啊， made 戴这些发饰绝对合理，但是他的发型只要一个很简单的步骤，你就可以戴上这些发饰，脸型看起来更没有距离感。可以走在信义区的街道上吗？可以，你来，也可以这样子街拍吗？可以，你来。因为啊，妹一直跟我说，她不是靠外表，她不是靠外表，她说她脸很有福气啊什么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不减肥的原因是因为我公公在生前有跟我讲说，我不能太瘦。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样嫁到萧家好像过得不太好哦，所以我公公一直都要叫我吃肥一点。你是讲真的假的？我是讲真的啊。可是昨天我们录一集，你老公有来，就我要对老婆的说的真心话。他说什么？他是要你。你有个人形立牌，你老公就一直抚摸那个人形立牌。他说我好久没看到你这种身材了。真的假的？到底是哪一张啊？那张有真的很瘦吗？就是一个黑影这样子，就一个黑影，
然后就是贴了你的照片，他就一直那个哇，有看到有，你以前有这么瘦哦？对，我还没有生小孩，我体重他以前是43公斤哦，他有说，他说你那时候才40几不到而已，对，可是我真心觉得你肉一点，人缘感觉很好，哎，真的，你以前就觉得比较瘦下来，多瘦了，没人缘。我跟你讲，我瘦下来很正的时候，真的没有人跟我做这个，就这个这个，你看，哇，真假的，这是他。还以为是新梅姐，对，但我以前身材真的很瘦，这是没有，对啊，老师你不要这样子，我没有欠你钱，好瘦，所以啊，你看为了小孩先生，你看自己吃这么肥，还要怪公公，怪公公，我知道听嫁得很好，嫁得很好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再给我一个，因为我觉得妹的五官其实是非常。很立体的，对，眼睛也大大的，我脸好肥哦，所以我觉得拉上去反而瘦哎，对，是吗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他啊，你以为就这样对不对？他其实很简单的是，有一点像类丸子头对不对？可是他的尾巴要留住，要留在他边边要有一些这个虚虚的，他不要光光的，好，然后你用。这个是鲨鱼夹哦，对，好可爱。然后呢，直接夹起来就好。夹起来，你看，完成了，抓，可爱哦，这样子也很可爱，很好看，对，怎么那么简单啊？很简单。然后其实啊，我觉得你很有一个优势的是，你绑上的头发不要干净。不要干净，不要绑太干净，本身脏脏的。我想说，不是啊，我绑这个头的时候，我要4天没洗澡。不是，我是说头发不要太干净，须多一点。你看我都没有拉那个，我都没有拿那个梳子啊定型液，我就用手。然后如果你整个脸型要更有那个立体度，你就拉中间。哦，难怪有人绑完头发之后，然后都会缩缩。对，这里这样，因为你这它这里有天生的自然卷，就是有毛毛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再去用电棒。修饰脸型，对。很好看，很好看嘞！我觉得瘦哎，我怕说我脸这样看起来很肥，没有。然后呢，好，今天如果赚，就算拿这一个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这个长颈鹿。对这个哦，小。我跟你讲，即使你是从刚才没录影的时候，这老师都说你怎么会买这个东西呀？我跟你讲，即使他配上这个。就很符合，你把这一个鲨鱼夹拿掉的话，其实它就很搭，你只要往前拉一点点，然后跟熊对，跟熊混在一起就都很好看，这样也很，然后脸型也是顺顺，你虽然不太可不会感觉是好像不会，对，只会觉得你的脸型是很有很有福气，很福气，很有福气，因为你有下巴，所以是好看的。你戴你那边任何一个都 OK 啦，就可爱，对，好酷哦，好，就这样，了解了，大家应该好，这个很简单吧，好可爱哦，对啊，好简单哦，超有人缘。简单的梳一个包包头，脸型拉长更显瘦，不管搭配什么发饰也超适合超可爱的，直播人气王非你莫属。